接下来让我们看到的这一位呢，也是一样是我们的帅气的品牌代言人，所有的朋友们请让我们欢迎鹿晗。好，其实在我们的鹿晗小鹿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细节都是满满的古驰，而且呢其实我们的小鹿跟古驰真的是有非常深刻的一个渊源，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品牌的一个代表。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什么感觉呢？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而且很迫不及待。哦，因为其实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好的一场大秀，对不对？对，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你身上这一支穿着好吗？今天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我这件衬衫的这个蝴蝶结的设计。是，对，因为这是米开里先生上任创作总监以后的第一个系列同款，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而且我觉得也非常的亮眼，红色。是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其实在 Gucci 原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Gucci 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在我们的鹿晗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Gucci 的之前、现在以及未来。对不 对，其实在我们的 Gucci 原点里面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觉？有没有在里面的每一个角落有哪个厅让你印象深刻的？那会儿开幕时候我来的时候，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灵魂舞者的那个厅。哦，因为里面的设计就是特别复古，而且就是特别适合拍照。对对，你在里面也拍了非常好看的靓照。对，我拍了很多照，还拍了一个小视频。也拍了一个小视频。对对对，那我相信其实透过我们的 Gucci 这样子官方的一些平台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鹿晗在古驰原点里面的非常好看的一些画面。对，今天是我们的 Gucci 100周年，身为我们的品牌代言人，应该有很多的话想要跟我们的 Gucci 说的吧。对，那我就送上祝福吧。对，首先祝古驰品牌生日快乐。完了，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品牌，古驰一直能够给人带来惊喜，而且我希望未来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美的这种视觉盛宴。是的，其实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 Gucci Area 就是时尚咏叹调这里面的每一个大秀。那当然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看到这样子一个大秀在米兰正式的上映。那所以这一次搬到了上海，相信鹿晗跟我们一样非常的期待。迫不及待了，现在迫不及待了是吗？那赶快进去里面好好的坐下来感受一下吧。好，那好不好？走了走了，再一次谢谢鹿晗，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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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鹿。接下来Gucci 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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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do. Ooh, I fuck a bitch, I forgot name. I can't buy a gang, Gucci gang, Gucci gang, Gucci gang. Spent the race on new chain. Gucci gang, Gucci gang, Gucci gang, Gucci gang. The bread smell like some sick, hit me out of pain off. Lil Pump still stuck that. You nuts. Gucci flip, Gucci flip, make it. Shake the wristwatch. Gucci flip flops, fuck it, hit you massage. Big watch, diamond. Virginity, cause then she gon' really be.Gucci flip flops, make it Gucci flip flops, get your massage. Mad cause they trash and they fuck up the cat. Those baby feelings up inside, got in mind at the club. See it on in my cup. She gets everything she wants. She
I can't buy where the rain. Rather go and buy ball. Rather go and buy ball, man. Ayy, Gucci gang, Gucci gang, Gucci gang. Gucci gang. Can't escape the need to know.